大家好，我是九九公益日爱心传播官，爱乐融聆听计划爱心大使刘涛。在这个九九公益日，让我们一起许下一个长长久久的公益约定，共同关注一群寻找声音的孩子。和我一起捐出一份爱，让听障儿童的世界同样充满欢声笑语，让他们的童年能够美好一生。